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家？对了，欧阳老师，你家只有一间卧室吗？嗯，我家离学校太远，所以我在这儿买一套小的，离学校近，上班也方便。那这怎么住啊？没事，我睡客厅，黄牛哥你睡。嗯。还是我睡客厅吧，哪有让主人睡客厅的道理啊？那好吧。嗯。妈，睡不着。嗯。那我来帮你按按吧。轻松，能舒服吗？还可以吗？嗯，感觉好多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多了。那就好。欧阳老师，嗯，这些天谢谢你了。我不用这么客气。